孕终于到了，苦苦等了几个一个月。然后呢，身后这些就是我订的海运，这边的海运差不多有吓到我，因为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海运在楼上，因为菜场有个大厨，装模型的大厨。这边的海运加起来才500块人民币，可想而知，就是等的时间越久就越便宜。但是就是要快的话，就要给那笔很贵的钱哦。好，来打开一个最肮脏的，这应该是我订的地毯，我订两个 size 的地毯，因为这个白色的地毯拍照很好看，这样应该很便宜吧？我记得这样子订才马币不到100是吗？这样子这么大哦，马币不到，大概100，超 soft 的它的毛，然后还要买一个圆形的，拿来放房间的地毯，之后在上面拍照也很好看，所以我就订了白色的 ，nice， good。我们来开这个四方形的，因为我真的完全不记得有买过什么四方形的东西啊。我知道这是，这超美，这透明的椅子超级美。给大家介绍这个椅子也是订来拍照的，就是比较美的椅子，没办法，我们这种爱拍照的人呢，就是得买这么漂亮的。好啦，借口就是要买这么漂亮的椅子。这椅子是我先看到了，然后蔡常勇看到他讲他也要一张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两张。各位请看，锵锵，透明的椅子是不是超级无敌漂亮？真的很漂亮，我看一下多少钱。这其实蛮不便宜的，我在宜家看的时候，一张要295块，超贵。我这个买的虽然也不便宜，大概人民币299，所以换到马币呢，大概181块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啦，定淘吧。然后加一点运费，这个的话其实它不太重，海运的话又更加便宜，所以这种比较大型的话，我觉得就可以选择海运。这样子加到来差不多200哦，这样子我觉得是要的。又买了两张，超漂亮呢！这个好兴奋哦！啊，不，没吗？没就先，耶，没呀。体重机，我看这里要很好的体重机啊，比较贵，这个是30多块人民币，所以大概算到来20多块马币而已。然后它又很好看，它是全黑的体重机，这个是充电的，是不是要充电先？哦，对，这里有一个充电的，黑色的体重机，这么小啊，会不会踩断啊？嘿，哎，有了耶，45.9，我刚吃饱。红色的字，看到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洗化妆刷的，电动的，可以拍一个。你这么舔我，你要不要睡？来，你过来这里，睡，躺下去。它是一个很爱睡觉的孩子啊。这么多嘎伤吗？这是我买的洗化妆刷具的，它是电动的。然后嘞，这边有很多个化妆笔刷上面的大小孔，这边放你的清洗肥皂，然后还这样子啾就可以洗了。因为我是一个很懒惰洗化妆刷具的人，然后我又觉得这样子不可以，所以我就打算买了这个。这是我看别人综艺介绍的，又整齐呢。啊，我知道你。跟我买的不一样的，我是买这款呢，这个我是买来放沙发的，就是给它有更好看的点缀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看？我要给它披在边边的，好看吗？好像还好哦。它是不是给错我？我订的是很好看的嘞。哦，是我的问题，我订太嚣张了。可以啦，还是行得过去啦，我也很不好看啊，不是吗？是不是有一点更格外的漂亮呢？是不是有？哦，补补一的东西，这是自动喂食器，因为我想说有时候我们工作有点不固定啊，那个时间有时候一整天都在外面，没办法定时的喂它，然后又怕它饿肚子饿到不行。就打算买这个自动的，这个是连接手机的，在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按我要给他吃的分量，给他吃的食物。然后这家店我订的时候是299人民币嘛，然后他讲他会送我饮水机，可是来的时候只有这个。买这个自动喂食器加饮水机，299人民币的话是很划算的，因为那饮水机其实容量蛮大的，所以你不用一直去装。刚刚在问他为什么
只来一样东西。有时候网购就是这样子的哦，这里缺一点，那里缺一点。好，我们先不要理他，我们来开下一个。这个应该也是地毯，是我喜欢的吗？真的是花朵的地毯。这个呢，我想说之后可以在拍摄的时候，然后可以放在旁边这样吧，不算地毯，因为我不会踩它，太漂亮了。下一个，这也是地毯，那地毯超可爱，我一看到它，我就想说，哦，我要这个，太 cute 了，给你们看，脚趾头的地毯，不觉得这个很适合来迎宾吗？给他们踩在脚上，给它放在进门口的地方。就是剩下两个，我就有点不太记得是什么东西了。哦，就是灯，就是我们买的站立式的灯。它这个灯很好，因为我们在 IKEA 的时候就有逛到这类似的灯，但是 IKEA 的不是可以调节的，它这个灯有三档灯。哇哇，这么重，呜、哇，好彩这个是用海运，这太重了。我们来看看好不好？哇。我真的很讨厌保丽龙，太惹人讨厌了。先来试装一下，但是我们要拿来放客厅的，但是不懂这种灯泡会不会很难买勒，等下烧掉的话。啊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个就是我们买的光，好像有点奇怪。现在要开最后一样咯。哇，这是我买给 Baby 的宠物床，感觉会很可爱。这是要先套的吗？就感觉要先套 ，right？ 哦，各位，我终于装好这个底床啊！这超难装，因为哈、它的那个孔啊不对，所以哦你要一直移、一直玩、一直换，终于给我弄到了。那、上面可以铺这个。哦、超可爱，宝贝来，这是你的床，过来，过来这边，来，这是你的床，睡觉，放心，啊，睡睡，晚安。这是你的床，舒服吗？开心吗？啊，超可爱，耶！这次淘回来的很开心，然后全部东西呢都非常好，虽然讲这不是很好啦，但。还是装好装成功啊！这一次淘回来的东西只缺少了一个东西，然后其他的东西都非常好，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会整理好所有的链接放在资讯栏下面。如果你们对我买的东西有兴趣的话，你就点那个 link 去买吧。我们来 get 个同款。我觉得这宠物的真的太可爱了，感觉它很喜欢。好嘞，今天的淘宝开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们还希望我再淘下一次的好宝的话，就在下面告诉我，然后我就会一直在拍下去，介绍给你们看，就有一种我当白老鼠的感觉，然后你们就照着我的麦吧，拜拜咯。喂，开心吗？他们都很喜欢看我跟他的互动，要不要跟我一起拍影片？小黑就是要，要吗？小黑，小黑，小黑，要啊！咦，太要脸。